我應該咁講，我好相信喺黑暗之中畫一支火柴，佢嗰個火光一定係強過你喺一個白晝底下畫一支火柴。咁其實個理念就係咁簡單。咁所以變咗無論我寫嘅劇本好，或者我導演嘅電影好，或者我做嘅音樂都好，可能俾一種感覺就係、是、啊，佢嗰個世界好似好灰暗，或者比較悲情。但係同一時間荒謬嘅地方就係呢度，就係、是、我係一個好相信浪漫嘅人。咁我覺得可能透過一個荒涼嘅背景，呢種浪漫會來得深刻。可能是这样，我觉得。我应该是说义无反顾，应该是这样说。就是我这个是我对，这个是我很切身我个人很坚信的一个理念。就是无论我对我的伴侣，无论我对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或者我工作伙伴，我都是抱有一个义无反顾的心态。当然这句说话不是时常挂于口边。呢個係我做人嘅一個理念，咁所以變咗大家睇我嘅電影，其實可能好籠罩住一種好抑壓嘅感覺，但係其實我可能作為創作者，我嘅出發點，其實我係一個我想講一個愛情故事，我想講一段浪漫嘅感覺，只不過我係用咗一個咁樣嘅包裝。去講一段愛情故事啫，咁咯。